断的联系。糟了，将军！24岁负债千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还钱！这个问题的答案能总结我1/5的人生。三爷，我们到了。你确定人在这儿？好，我查到您要找的那个女人可能是这家剧院的老板。你谁呀？你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借我躲一下？上车。谢谢。人呢？外面车不停开，快走。要不要帮你一把？糟了，来了，这么惨！出来！好，借您用。看什么看？看。有机会来剧院找我，当面感谢。本市近日发生一起重大儿童绑架案，被绑架的儿童均为唐城知名人士的子女。包子哥，咱们这是绑的可都是唐城有钱的人物啊，麦克白剧院老板的女儿，还有谢家。你说他们会不会想画个球啊？要玩就玩大的。罪名，你们闯，闯死，别闯，再闯，千万别闯，别闯。哎，你们别哭了。今天我过生日都没哭，这个送给你当生日礼物吧。能不能借我躲一下？放开我！你们是谁啊？放开我！谁？小菲菲，跑什么？聪哥，我又不会吃人。聪哥哥，别和我撒娇，快还钱。这卡里的钱您先拿着，剩下的我一定尽快还上。这卡里有多少？20万。你借我20万这么久，就真打算只还我20万？我要50万，剩下的算利息。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你给我1个月，不，1个星期，一定还。这次你确定？行了，这死丫头卡里就2000块。啊！他妈耍我！怎么会只有2000块呢？我明明带的是20万呀。聪哥，你让我现在回家去取，我马上给你。你也不用回家去取，我帮你想个办法。要不你今晚上陪我睡一觉，这利息我就不要了，怎么样？好啊。真懂事。但是我要100万。算什么东西？今天老子就要在这睡了，和我抢条件啊！啊！别动！你干什么？我最恨别人打我的脸，道歉。对不起。跪下。直接给你。跪下。你满意了吧？
不满意。现在才满意？这胆子可真大，动了我！你觉得你竟然走出去吗？我的人马上就来了。也完了！别动！住手！谁呀？谢三爷怎么来了？放下吧，有我在，没有人敢伤害你。唐朝谢家谢三爷，不知严小姐是谢三爷的女人，得罪了。帮我走一趟，我还有点事想问。问我？了解。唐城第一大家少主谢之能找我有什么事？真是奇怪。谢三爷为什么要救我？难道他和我剧院债务的事件有关？看来只能先假装接近他了。三爷，原来你在这儿啊。袁小姐今晚不会敲门吗？这不是特意过来，谢谢你。这个镯子，你到底是哪来的？三爷对这个镯子很感兴趣啊。没有，就随口问问。三爷果然是古董行家，真是好眼光。我这个镯子可是个大宝贝，像这样的宝贝我家还有很多，要不要我卖点给你？看来不是的。严小姐需要多少钱，你开个数便是。那我考虑考虑了。他不会真看上这镯子了吧？这玩意儿又值不了几个钱。哎，三爷，这么一个破镯子难道比我有吸引力吗？你要再说它是破镯子，你让你回不去。三爷，别凶我。你还要摸多久？三爷，董事长让你现在就去。公司没有蚊子，哎。看来他对我并没有什么兴趣。那为什么他要帮我？我一定要查清楚。哎，你们别哭了，今天我过生日都没哭。这个送给你当生日礼物吧。三爷，坐。您还在研究那个镯子呢？小天，你说一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还是说根本就不是他？您说的是昨天那位严小姐吧？是啊，我查的资料应该不会错。麦克白剧院在经历那次绑架案之后，剧院老板严可儿抑郁而终，就留下这么一个独生女。啊，对了，刚才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徐家那边晚上约您一聚。选择的舞台，我们也是本地为我们所选定的剧本。不动，上来，上来，观众，观众不动。王八蛋！骂谁呢？徐慕辰那个王八蛋，突然把租金涨到了30万，明明说好了的，这不是违约了吗？我们怎么办呀？菲菲不会把我们赶走吧？徐家可真行啊，这是看我们魏王人要上映。想趁火打劫啊？就是
那我们怎么办呀，菲菲？那我就去会会这个徐沐晨，正好查查到底是谁让我们去袁舞里背上巨额债。今晚徐沐晨有个派对，他应该不知道我是剧院的老板。就在这来了，什么不好的？哎，来来来，哥哥抱抱。别急嘛，徐总，人家要不先跳舞给你看看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现在就来。啊！对不起，我喝醉了。没事没事。徐总，人家都外面跳舞呢，你怎么就勾搭上别人了？对不起，打扰到你们了，我这就走。嘿，别走啊！狭路相逢没准是高手啊！我先带你去见个大人物。怎么又遇见他了？这副好棋作为我们徐谢两家联姻的见面礼，您感不感兴趣？偏向一般。没关系，您喜欢什么玩意儿我都给您搜罗搜罗，整个唐城就没有我徐梦辰得不到的东西。那个镯子我挺喜欢。镯子？这个？宝贝，把镯子给我，我买了。不要，放开我。别给脸不要脸。不是。好，坐下。他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又帮我？看在三爷的面子上，我今天就饶了你，但是你必须把镯子给老子。坐下。算了，这镯子虽然是好物，但是佩戴它的人心思不纯，招摇撞骗，怕是早就换了风水。你不要这样看着我，为了钱连尊严都可以不要，我真是想不明白。三爷当然不明白，因为你和我本质上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你凭什么教育我？我说过，这个镯子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我只是希望佩戴它的人不是你这种。三爷从小养尊处优，当然可以有尊严，但是我不能有尊严。我要是有了尊严，剧场的很多人都会因为我被饿死，失去希望。所以我不能有尊严。我要的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，让我的剧院活下去。看来我的演技没有退步。严小姐早啊，三爷让我过来找您。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严小姐，这里是100万，三爷说了，找你袁天豪这些钱都是你。这么客气干什么？来了都是朋友嘛，里面坐。不了。严小姐。怎么了，肖总？这是三爷的名片，三爷说以后你有任何事可以找他。好，拜拜。三爷，严小姐拿了钱。来了。没有，严小姐很高兴你唱起了歌。谢直，怎么了吧？徐家那边的事，你到底想的怎么样？你知道今天谁要来吗？三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跟你聊一聊我们俩今天的事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知道严飞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知道严飞严老板在哪儿吗？哎，你谁呀？啊，我叫徐浩，我是来找人的。不会又是来追债的吧？快点，快点！徐浩，嗯，你是徐家的人呢？啊，找谁啊？哦，我找严飞，严老板。严飞啊，啊，在那儿。哎呀，哎，小心！
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就是严飞。真的不是来催债的？我是唐城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，不知道你跟我姐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我真的不是来讨债的。嗯，那你来干嘛的？我是来应聘演员的。哦，当演员啊？嗯。想不到徐家也有这么纯纯的小羔羊，羊入虎口。当演员很辛苦的，首先呢得填饱肚子，所以啊，咱们先去吃饭，你请客，吃贵。好。这时又看上了徐家的男人，我就是过来骗顿饭吃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！哪里来的野女人，敢对三爷这么说话？没事，严小姐一向如此，就算是傍大款，也傍得光明磊落。就你话多。他没骗我，是我自愿请他吃饭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伤都还没好，出来瞎晃有什么？什么伤？三爷，宗家那边有点情况，你要不出来聊聊？好，失陪一下。谢之，你这家伙就把我留在这儿？让开呀！你就是上次和徐慕辰在会所的那个女人啊，这次怎么又和三爷？哦，表里不一呀、啊。我和三爷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徐之梦，我是徐浩，和徐慕辰的姐姐，也是你惹不起的人。三爷是我的菜，你也敢抢？都是你的，来，徐姐多吃点。这三爷嘛，坐惯了豪车，偶尔坐坐公交车也没有关系，但是这公交车嘛，坐过一两次就够了。徐姐不用教我人生道理，掌握好你自己的方向盘就行了。你干嘛？徐浩，滚开。姐，滚开。敢绊老娘，一会儿有你受的。徐浩，不好意思啊，严小姐。不好意思，得赔钱。赔钱？好啊，那我就多赔点儿，让你够得住。干什么？你疯了？这是你的封口费，你要是敢告诉三爷，我掀了你的剧院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怎么回事？没事，三爷，严小姐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她又救了我一次。徐之梦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好好欣赏我的表演。啊，就是有点晕。哼，严飞，你。三爷，你下次亲我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？第二次。三爷，我带你去洗洗吧，毕竟被这种脏女人亲过之后会得病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喜欢亲她。
特别开心。你个贱贱，徐姐，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你生气的话就打我吧。你别喊我徐姐，我的肩膀好痛。徐姐，我也没做错什么呀，你怎么一直在打我呀？脚也好痛。啊，我脚会不会断啊？要不我先拿去看看。那我走。许浩，走，回家。开心吗？为什么每次他都救我？你好，你好，徐小姐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就是谢三爷的绯闻女友徐小姐吧？刚刚有人说您在饭店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请问是什么事情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和三爷发生不愉快的事情，只是我刚刚在餐厅欺负了一个人。欺负什么人啊？您怎么会欺负他呢？我才是徐之梦，不要听他乱说。徐小姐。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要跟徐浩在一起？你难道不知道他是徐家的人吗？想弄点钱花花呗。你好好说话。你又教育我。哎，好啦，我就是觉得我们剧院挺缺少他这种纯情少男的，很多观众喜欢这样的。你的剧院都经营成那样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啊？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？艾比克泰德曾经说过，我们登上并非自己所选择的舞台，演着并非我们自己所选择的剧本。我们这一生其实有很多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决定的，比如我们的出生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羡慕别人的剧本，但事实上没有谁的剧本是值得羡慕的。你只有两种选择，一种是弃演，一种是把既定的剧本演好。算了，跟你这种暴发户说你也不会懂的。走了，拜拜。我怎么看？我看你大爷。跟我玩配吗？进来。徐总，浩少爷想和你聊聊。聊什么聊？有什么好聊的？胳膊肘往外拐的人不配当我弟弟，喊他滚。好的。浩水，徐总那边说不想见你。没事。是，您这伤。这伤肯定需要跟我一辈子，总得克服一下。你先去休息吧。是天空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射在我的波心，你不必诧异，也不必惊喜。放下吧，有我在，没有人敢伤害你。太帅了吧，薇姐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姐姐分心了。这么认真的表演，你都没看吗？我来吧。作为补偿，姐姐亲自教你。嗯。徐浩，你今天约我来这里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你结巴什么？我演不了，我没谈过恋爱。那你就用身体去表演，不用走心，就是用身体去感受，
好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那我们再来一遍。好，啊。你今天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我懂什么？我居然完蛋了！你找我们飞姐什么事儿？这是我的名片。引力影视集团。我看过里面严斐很多次演出，我对他九分感兴趣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有一分呢？还有一分就看他愿不愿意来试我的新戏了。今天晚上让他过来一趟。你不是骗子吧？片酬200万，试戏成功我可以先付定金，你们也可以上戏。真的吗？考虑一下喽。飞姐，飞姐，剧院有救了。这个戏呢，是我们这个剧里面最重要的。前男友后来讲没有复合，没有复合，不断的凌辱他，他吸毒成了。是喜就这么刺激？你要是不愿意演的话，我换个人。哎，阿陆，演戏而已嘛，我从来没有在怕的。你直接来吧，我先去准备一下。胖子演啊！哎呀，干嘛呢？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小胖，你能不能演？我有点下不去手。没事，相信自己。既然导演选了你，那就证明你可以吧。来吧，这样演。快！放开我！不要这样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胖子，你想不想演？和我把他腿抬起来。强暴戏你懂不懂？快点。没事没事，演戏而已，没事。来，三二一 ，action。干什么？不要这样，我不可能跟你复合的。上去强吻他。会不会演戏啊你？啊？不是演戏吗？不要这样。太棒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不要这样。你不要这样。行了，啊。万一打他，哎呦，太棒了，就是这样。你觉得我刚刚表演的怎么样啊？哇，我觉得呀，非常的。为了剧院，我忍。有什么问题啊，导演？没什么问题，我就是不喜欢。那。我死胖子有什么意思？你们俩都没有当演员的天赋，走吧，走啊！导演，我想最后再表演一个。什么项目？演出结束。减肥。你不能走。你要给刘导道歉。死胖子，有前途啊！我跟你讲。你们剧院里面以后我见一个封赏一个，我还不信啊！冤枉你是吧？滚！不要脸！不要脸！把它泼在网上，你让他风光不光？好的。田斐，你真是丢光了我们剧院的脸！你这是去试的什么戏啊？观众都在喊我们退票，要抵制你，你怎么对我们负责？赔钱！你知不知道？赔钱！田斐，你别人躲在面前就没事了，必须给我们交代！你的剧院都经营成那样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啊？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？他这次还会一句我
你干嘛？给什么交代？徐浩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看是你们要给他一个交代吧。你们知不知道他为了能让你们演戏，在外面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委屈？耍我东西！徐慕辰那个王八蛋，突然把租金涨到了30万。我要是有了尊严，剧场的很多人都会因为我被饿死。关你什么事儿？关我什么事儿？飞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们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，以后别想在唐城混了。你这是威胁我们？对呀、啊，我威胁你们怎么了？徐浩，对，飞姐，别闹了。飞姐，是我对不起大家。飞姐，飞姐，你就别难过了。我知道。明天我就找人把那照片撤下来。也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才难过。这个剧院是我爸妈留给我的，我花了很多心血才维持下来。没想到他们这么对我，真是不知道该不该坚持下去了。不开就不开了嘛。不开，你养我呀。我养你啊。你为什么一看见我就抖呀？飞姐，你小时候有没有被绑架过？飞姐，三爷，我查过了，当年这件事对他打击挺大的，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，导致他有了应激障碍。给刘总地址查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去安排一下。哎呀，刘导，您真是的，大晚上的叫人家过来试戏。哎，你们谁啊？哎，谁啊？拍什么啊？你们，三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会取消和徐之梦的所有合作，还会动用所有的资源来封存这个垃圾岛。哎，三爷，您动真格的呀？徐渊姐说那个女人不过是您的一个玩物而已。玩物？你才是我的玩物。三爷，您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我已经搜集了你这些年借试戏的名义骚扰女性的所有记录。三爷，您放过我吧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只要您肯原谅我，我做什么都行。三爷，您放过我吧，只要您不把我交给警察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知道错了，三爷，对不起。你该说对不起的是那些被你骚扰过的女孩子，去监狱里面好好忏悔吧。徐之梦在微博道歉上热搜了，快看。飞姐，可以啊。你能来一趟我家吗？我家？你怎么会来找我？怎么突然叫我来你家？我想跟你聊聊徐之梦的事。哼，我知道，你和他订婚了吗？那是家里人安排的，不是我个人的意愿。你跟我解释干什么？我就是想让你知道。你还好吧？我好难受。你好胖啊，没事吧你？哎，谢之，谢之，谢之。药呢？你没有私人医生的吗？有人吗？你不就是我的私人医生吗？
你都这样了还骗？董事长，谢之回来了吗？三爷已经在楼上了。嗯。啊！说什么呢？姐，这什么情况呀？他是谁？爸，他叫杨飞。妈呀！这一定是在做梦。快醒过来，严飞！这场景要是徐之梦看见了，一定很精彩。爸，我生病了，是严家在照顾的我。不会吧？我不想再得罪人了，不能再给剧院添麻烦了。还是唐城第一大家，反正是他爸，只能牺牲他了。徐之，你既然不说清楚徐之梦是谁，就别想我原谅你。你既然有了徐之梦，为什么还要来欺骗我的感情？我不管，我不管！你说好要跟我离婚的，你只能爱我一个人。谢叔叔，你敢为我做主啊？我，既然你们都不管我，那我不管。啊，我们先出去一趟。三爷要是生气，就骂我吧，我绝不管。好玩吗？收底之后，预计还欠五百万，尽快处理一下。是。徐小姐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想着你和三爷只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，没想到你这个山鸡竟然想变成凤凰。你是真不把我徐之梦放在眼里？你要是不用这么高姿态来跟我说话，也许会让你，徐小姐。让我？你也配？那就不让了。就是这个破剧院的老板就是害我梦梦背黑锅的人，今天好好教训一下他。三爷，金泰娱乐的柳新书约你半小时后见面。徐志梦公司的老板？是的。三爷，还有一件事。说。严小姐那边出事了。摇头。是。三爷，还有一个小时才能到，严小姐那边会出事。你太小心了。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？这都是给我的。那就看你的表现咯。菲姐要我做什么？你直播有多少观众？100万。
事发当日是徐小姐主动挑衅的我，必要的时候我会公开照片和聊天记录。第二，今天的事情我会保留好证据和我的起诉权利。第三，开了直播就麻烦播到底，不要掐头去尾的误导观众。第四，不要弄脏了我们剧院的环境，我们剧院可是拥有全国最好的环境，一流的编剧，价格亲民，记得关注哦，麦克牌剧院。漂亮。怎么了？严飞，你好手段呐、啊。在干嘛？徐之梦呢？小秀被他抓走。你不是刚刚才摆脱他吗？你也知道，那你还过来给我聊？我想你了。哦，别说这些有的没的，我可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摆平的，你怎么不撑我？听说您今天下午又去剧院，又去找严飞了？停车。三爷，三爷，下这么大的雨，我把你送回去吧。不用了。三爷，今天吃饭的时候就一直盯着那个桌子，是很重要吗？嗯。严飞送的。嗯。这样对我来说不公平。徐妾两家联姻。你觉得对于我来说公平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说了好吧，最后一次，我把你送回去。请吧，三哥。今天又蹭了你一顿饭，你不介意吧？今天可是你主动邀请我的哦，特别不开心。嗯，徐浩，你愣什么呢？小心。我的脚。严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伤到哪没？我没事，一点小伤。徐浩，姐，这么点小伤，不至于吧？而且我好像没有撞到你吧？哼，就让你帮忙解决剧场的资金问题吧。哎，我的脚突然好痛。哎，我的脚怎么突然这么痛啊？ 你怎么了？你们有钱人撞人都这么嚣张的吗？都不想负责任，信不信我找记者曝光你？记者？你怕是不知道我徐之梦是干什么的。我管你是干什么的，你撞人就得负责，有没有人管管呢？来，我扶你。我腿好痛，跟我回家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三爷不用回家了，别这么客气了。别啰嗦，休息。放心吧，医生说了也没什么大碍。哎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我的头好痛，万一留下什么后遗症怎么办呀？是吗？那我看看。你说我还有那么大一个话剧院要养，万一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他们可都要失业了，你说怎么办呀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啊，于情于理，你也得带点钱吧。我问你，小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？怎么突然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啊？我就是比较好奇你的经历而已。没有，我没有什么朋友。难道他忘记我了？干嘛呀？你真没有朋友了？我真的没有什么朋友，而且这么久的事情了，谁会记得呀？三爷，这就是另外的家乡了。算了。你好好休息。飞姐，飞姐你在哪儿啊？哥，在这儿。啊，在这儿
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在这儿的。外面还有记者吗？外面好多记者，还有那个著名主持人徐志摩也在。你什么时候惹上他了？就是他撞的我啊。那不过呢，他私下赔了我这个数。哇，这一下剧院有救了。嘘，这都能赚钱。程现在快走吧，外面有没有小路呀？楼下好像有，走。林小姐醒了。准备去哪？先回去。三爷的床睡得舒服吗？挺舒服的。身体还好吧？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我没事，从小就这么挨揍。那二位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医生马上就来了，那也不能去。哎，不用这么客气，把钱给我就行。什么钱？没什么。哪也不能去，好好休息。三爷，三爷，徐小姐，徐小姐，下面好多记者想邀请你们做个采访。走啊。小姐，很抱歉让大家担心了，事情呢已经解决好了，希望各位媒体呢和粉丝朋友呢不要再去追究她。严斐小姐呢年纪还小，也不是故意讹人的，我打算原谅她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徐志摩这个混蛋竟然敢泼脏水给我。你抢了他的男人，他肯定恨你啊。菲菲说我抢，那我就抢给他看。今天心情好，喝酒。今天徐志梦在记者面前又泼了你一道脏水，我又给你惹麻烦了。别提他了，喝酒就行。还喝？你知道吗，谢芝，自从我爸妈去世之后，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。能陪着你开心我也很开心。你开心个屁，净给我惹麻烦。今天这个未婚妻，明天那个未婚妻的，我说了这么多秘密，不公平，要交换秘密。我这个人很无聊的。嗯，哎，嗯，那我给你讲讲谢家的小秘密吧。嗯，其实谢家在唐晨表面上看上去特别风光，但其实他一直都有一个潜在的敌人。怎么讲？如今一直在暗中对付谢家，所以我爸总让我跟徐家搞好关系，也是为了对抗宗家。不要怕什么风雨，我保护你。飞姐，飞姐，你这是害怕了吗？我才不怕呢。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不是想问我手镯的事吗？我记得，但是我不想再想起那些回忆。不妙不妙啊，看你最近运势低迷。真的吗？难怪我觉得我最近运势不好。那怎么办啊？能改运吗？能，可以整小一点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改小一点的话会避免很多灾难，可是我这个风水整形是很贵的哦。医生，我又没有什么钱，能不能给我便宜一点嘛？那就整一边吧。刘医生，刘医生，我们家老板有个大项目想跟你谈谈。大项目？听说刘医生的整形跟风水有关，我宗天一也想请你帮我整顿一下唐城的风水。什么意思？能不能说清楚？哎，老家伙，你帮我对付谢家，事成之后给你3000。 OK。刘医生，那我怎么办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
别拉我，我还要喝。简直，一个王八蛋！你先喝碗汤吧，胃舒服一些。你不准再找徐之梦。好，听你的。你还想要什么？ 我都给你。我。谢老爷。晚上他睡你这儿了？嗯。然后呢？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其实，哎，我管李叔万人，唯独管不了你这个逆子。徐家那边，你亲自去说吧。好的吧，谢谢守护大人。当年你妈也是唐城的一个人物，是个大善人，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省心的女儿？好好照顾谢之，别把我家产败光了。司命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三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今天来是正式向徐家退婚的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严飞吗？凭什么？我们之间没有感情，只有利益。那就算是只有利益，那你也不管了吗？到时候宗家来了，你怎么办？严飞能帮你吗？到时候再说吧。我们订婚的事情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？是。谢伯父，退婚的事情您也同意了吗？芝麻，是我们谢家对不起你。就算我去死也一定要退婚吗？芝麻，芝麻，你别做傻事。姐，你疯了吗？弟弟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徐家要完了。如果外面不和谢家联姻，就彻底完了。那也不能这样啊！只有这样，谢天林才会让谢之回到我身边。趁这个机会，你去把徐浩也叫回来，然后利用你的线人整死严飞。姐，你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总是在我的波心。你无需讶异，更无需欢喜。徐浩，怎么还没上台啊？我今天请假了。刚刚飞姐还在到处找你呢，走了。跪下！跪下！徐家是谁在撑着的？我姐。那你做什么？姐姐为了徐家，不惜天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谢之身上，为的就是徐家能立足于唐城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哪都不许去。我觉得我没有做错。没有做错？没有做错？我就是没做错。还真是有点舍不得。师姐，你看他爬得也太好了吧。我也觉得挺好的。是啊，师姐，什么时候你可以教我这个？先把基本功练好吧。
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周水哥，我需要你做一件事。干什么？你下午来我办公室。老板，拍的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林老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《魏王人》这部戏啊，肯定大卖。对，可不。你来了。你找我干什么？找你干什么？我找你干什么？我想弄死严飞。不可能，她可是我闺蜜。闺蜜啊？她是你的闺蜜，闺蜜的妈被你害死了，看来只能换演员了。徐浩辞职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你们先去准备，我来解决就好。水哥，水哥，哦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我就是有点身体不舒服。那你先休息休息。好。菲菲，我查到徐浩在哪儿了。你确定徐浩被困在这儿？徐浩，徐浩，严小姐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手还想要的话，给我拿开。谢之有什么比我好的？跟着我吧，我也会对你好的。让我来陪你吧。稍稍等会儿。喂，我们到医院了，你再坚持一会儿。沐晨。你把徐浩喊回来，以我现在的状态，谢天林肯定会把谢师放在我身边，再把徐浩喊回来。再趁这个时候，你让你那个谢人把严飞整死，记住了。好的，姐。你们谁啊？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菲菲，顾总。菲菲，你们干嘛？菲菲，怎么样？有消息吗？我刚刚去剧院找了，没有，我已经报警了。走，去浩问问。好。什么？菲姐失踪了？我姐她也不见了。赶紧去徐志摩，肯定确定在找。快！我还在找。徐总好，看看老师吧。那个这人还蛮老实的。老实就行。别装了，我都还没有好好折磨你呢。你笑什么笑？我承认，演戏这方面，你比我有天赋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啊？我倒是要看看，这谢之啊，看什么身体，
会是什么样？你就别碰我！好好好，我不碰你啊！你们两个回头好好玩玩。干什么？快给我！快给我！救命！救命！徐总，外面好像有动静。你们两个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救我！救我！进来吧。什么情况啊？我问你们，燕飞呢？姐，燕飞呢？三爷，这是燕飞呢？燕飞呢？警察马上就来了，我们走，快去找。姐，我们来之前报警了。你以后不要再做坏事了。今天来是正式想去家退婚的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严飞吗？凭什么？我们之间没有感情，只有利益。这样对我来说不公平。徐妾两家联姻，你觉得对于我来说公平？那就算是只有利益，那你也不管了吗？到时候宗家来了你怎么办？严飞能帮你吗？到时候再说吧。三爷，我们订婚的事情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？是。菲菲你在哪？菲菲，菲菲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你们是谁？老实点。来了，你们徐家可是我安排在唐城的一枚大旗。现在你不仅帮了谢志，把你姐姐送进去了，还把自己心爱的女人送给了他，真是令人感动。你们还想要干什么？你来都来了，就跟我走吧。我们徐家不欠你们什么。那严匪的性命，我就不能保证了。你们跟我走一趟吧。菲姐，菲姐，坐吧，坐吧，给你们买了点咖啡。谢谢菲姐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谢谢，谢谢。休息会儿吧，辛苦了。谢谢菲姐。菲姐，哎 ，Hello， 来喝杯咖啡。辛苦了，都辛苦了。哎，总是这样，真有福气。想什么呢？
走。唐城大部分宗家的项目都已经被我们拿下，宗家想入唐城还是很难的。也不要做得太明显。是。飞姐，别干了。怎么门还会自动关上？那可不，你难得来一次，我不得给你变个魔法啊。魔法？魔法是吧？哎，你都不知道，我这几天没见到你，特别想你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一切正常。就是徐浩，一直没有他的消息。我也找了好久，也没他的消息。没事，我再派人找找。听说宗家那边一直在对谢家唐城的项目打压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搞得定。我相信你。是。准备胡什么呀？3万？3万？这意思？给钱？你胡闹呢？你怎么？唬我的你都不飞起来，怎么不能唬你的？我怎么舍得唬他的？得嘞，哎，您这个感情牌打得我五体投地。小天，你真是越来越幽默了，要不然来我们话剧院演单口相声。哎，他抢你的，你舍得？我当然舍得呀，菲菲要什么我都给他。那个公司还有点急事儿啊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坐没坐？急事儿，急事儿，主要这口狗粮吃饱了。哎，又坐下。要不给啊？一点吧。林三林，好的，不说，十倍工资。哎喂，哎对，三位啊，我接。你们什么意思？宗天一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这次我来唐城的目的就是拿下谢家。那你找我们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找两位谈合作。别开玩笑了，谢家在唐城根深蒂固，而且我们都是谢家的人。要是被三爷知道了，吃不了兜着走。这次合作我可不是来和各位商量的，你们真的不肯跟我合作？怎么会是我们的脸？他们俩的身份和资料已经完全被我覆盖在 T 身上，整成你们这个样子可真不容易。
出来。真的挺不错。来，怎么样，好吃吗？还不错。你怎么不吃啊？饱了，吃饱了。可是你什么都还没吃啊。看你们吃我就饱了。来，喂你。哎，收不起收不起，你们吃继续。别呀、这么见外干什么？你们吃吧，我去上一趟洗手间。继续跟着谢志他们，不要跟丢了。厕所才那么久才回来。哎呀，我一直没找到厕所。哎呀，怎么？你这脸怎么回事？没事吧？整的挺不错。出来。宗少，跟上他。我刚上厕所的时候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地太滑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你直接去医院看一下吧。好，谢谢。飞姐，这一次我不会让你再跑，臭小子。公司损失了两个多亿，而且还是宗家接盘，你觉得应该给我一个解释？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吗？损失你来掏。我们说对不起的意思是，谢三爷您以后可能不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了。这可是我们董事会集体决定的。请董事长离开公司。就凭你们？小天。老爷，你说谢芝今天约我在这里见面是想干什么？老爷请。三爷说今天公司有个重要的客户，他没有时间接见，想让您见一下。他倒是偷懒偷得挺舒服呀、签了股份转让书就赶紧滚蛋，不然你儿子可能活不过明天。你们这是在逼我，是犯法的。你要是敢去报警，我保证你儿子一定会死在我的手里。为什么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谢芝身边现在已经没有他的人了。就算现在我去坐牢，我也可以随时安排人去干掉他，对吧，小天？小天，我儿子对你不薄，你为什么？住嘴！把协议书给我签了。谢总，请吧。还叫他谢总吧。
你以为自己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谢三爷吗？ 三爷，谢家的股票已经跌入谷底了。怎么回事？钟家回来了。我给你讲个小秘密。嗯。其实谢家在唐城表面上看上去特别风光，但其实他一直都有一个潜在的敌人。钟家，气死我了！我去教训他们。 谢振宇什么意思？菲菲，最近不太平，萧天，带他回去。菲姐，我们回去吧。你要去哪儿？徐浩回来了。徐浩，他回来了？那我更要陪着你了。菲菲，徐家可能是宗家在唐城的内应，我怕你有危险。徐浩怎么可能让我有危险？而且我能去说服他去帮你对付宗家。 听话，小天，带他走。走吧，飞姐。那你一定要小心。飞飞，我以前我就会跟你讲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 你最近都到底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在哥哥城市玩了一下。玩？你玩你不会跟我们联系吗？你知不知道菲菲有多想你啊？啊，我就不回来了嘛。对了，菲菲怎么样了？菲菲挺好的。徐浩，虽然菲菲最后选择了我，但是我希望我们三个永远是朋友。三爷，你说什么呢？ 菲菲不一直都是您的人吗？走，咱们看看这东西。哎，想什么呢？走啊！你伤怎么回事？啊，没事，我随便，我自己不小心弄的。看看菲菲去。好。 到底是谁？哟，这不是三爷吗？没得跑了，终于让我给逮到了。好兄弟，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把我赶出唐城？ 谢总事长，我知道错了，其实您放过我吧。您看在我和谢志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你在公司虐待那些不服从你的人，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，人心惶惶，留不得你啊！天一，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是他冤枉我的。董事长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从天一在公司拉帮结派。 清除那些真正想为谢家做事的人，谁不服他，他就会虐待谁。你闭嘴！住手！滚出唐城！谢之，谢之，谢之，你得帮我！看在我们宗家来唐城投靠你们谢家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得帮帮我呀！帮我说说话呀！我帮不了你。 怎么，谢家你也拿走了，还想杀我不成？
那，我才不想杀，杀了你，整个唐城都会关注到这件事情，岂不是想让我一头撞死？学聪明了，不像以前那么蠢了。你以为你还是我大哥？还在这里趾高气昂的跟我讲话？来，我们好好陪他玩玩。啸天，这不是回家的路，你要去哪儿？哟，谢之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啊？当初你们谢家要我滚出唐城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你怕了吗？啊？放心，我不是一个记仇的人，我不会要你滚的。我会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你，继续当我的兄弟。好不好？谢三爷，你不说话的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啊！敢模仿我的脸，还敢打我的头！哎，飞姐，飞姐，小姐，哎呀！中年那家伙闯人冒充啊，我差点被他给弄死了。你的伤？啊，我哪有什么伤，都是这家伙的。那谢之现在怎么样？有危险，我们得赶紧找人救他。那我们快走啊！飞姐，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，谢家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。我有人，走。先生，三爷，放开他！就凭你们两个，东三爷，干！刘医生，你不要，你啥也没。开始撞三爷，撞三爷！没想到谢三爷也爱吃烟头，还是我最喜欢吃的烟头。小时候我爸妈经常带我来吃。菲菲，这是你男朋友吧？你俩一表人才呀！哎呀，金菊啊，那可得多吃点啊。阿姨，您今天这边剩下的好点。这傻大哥真可爱。我先玩去了，你们慢慢吃。傻大哥。谢三爷，你估计第一次被人家这么叫吧。你笑得很开心啊。有你在，我一直都很开心。嗯，对了，宗天一入狱这么久了，还没有交代许浩的下落吗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菲菲，我
们找到徐浩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行了。什么意思？宗天一已经因为故意杀人罪被起诉了。徐浩最后的心愿，放出去，是想给你唱一首生日歌。有一声马上过来了，再等一下啊，就结束了。怎么可以就放我出去一天？那就是飞姐的生日，我还想给她唱生日快乐歌呢。媳妇，徐浩，还有几天我就过生日了。我可以一直陪你过这样的日子啊，没什么，跟我在一起。我说的是真正的在一起。我想着我们三个人能像小时候那样，就算面对再大的困难也不怕。你都别哭了，今天我过生日都没哭，你能哭什么？今天过生日。对呀，记得送给你当生日礼物吗？谢谢。你怎么能不守承诺呢？你还欠我一首生日歌呢。你没有礼物，那我唱生日歌给你听吧。我还想给他唱生日快乐歌。我来带你回家。干什么？听话。菲菲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带上好好的在一起。我们老板呢，为了这个剧花了很大很大的心血，特别特别火。明晚就是最后一场啦，大家一定要来看呀。最后一次演出定在明天。是因为明天是徐浩的生日吧？菲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老板啊，拿着。他虽然没能陪我过生日，但是我想把这场他曾经付出过的演出送给他做生日礼物。感谢各位最近对麦克白剧院未亡人的支持，今天就是未亡人的最后一次演出了。我们菲姐在这里想向未亡人曾经的男主徐浩先生说一句生日快乐。希望他能听到。可我还有一个心愿没有实现。接下来是三爷为我们菲姐准备的一个彩蛋。什么彩蛋？萤火虫之歌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这是我第二次送你礼物了，能不能借我躲一下？小程，放下吧，有我在，没有人能伤害你。三爷，别凶嘛，啊，就是有点凶。我说过了，别再来撩拨我，会给我带来麻烦的。但是我不怕麻烦。我才不怕呢，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。借你用。嫁给我好吗？我愿意。